哈喽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这一台那个台劳一号，我们要把它改上这个厚涂层，因为上次在装的时候那个螺丝位置不一样，我们今天要把它定做装上去，一起上课去喽。行，哦，要学规安记记啊，那我先个气坑者，哦，敢那站你要做桥的呢，来，就是这个地方嘛，因为它有 L 型、L 型两个，我们先拆掉了。它这个锁住之后，它太低。这边会去卡住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垫高，把它弄起来。开始，我们来做切割的动作。外翻了哟！哦，外加。哦，未歹，要两节。哦，你要先闭哦。先闭。好。哎，安尼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管道。麻麻麻。那你再比一下，我们就是那个零配啊，那个翘度哦，零配翘，我先看咧，啊你就要扎啦，我看我要矮翘度啦，无你看好，我印证哦，来我看，差不多这个关，是伤翘呀，这个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看，差不多你先夹开，超到这就好啊，我讲这一定六，你倒到落来，这个在这，都给我夹一挂，安尼啊，差这所在。嘿，差不多安尼。嘿，来，你啊，你高度你量好势哦。安尼呢？嘿，安尼好。安尼好。嘿，啊，你即摆锁落去时有无？伊锁伊稍微开开也不要紧。哦啊，这个先两边固定之后，咱即个再来个刷管得啊。咱一间一间度。嘿，安尼。你应该是还佫度啦。你可以扎个遮，安尼拄我好。啊，等你要锁一间最有价的嘛。好。度一间就好啊。好来哦，好注意安全，不要坐哦。哎、欸，我们是收这边的，好来，好来，这嘛，咱目前要接桥，好，我给你先用，我是刚刚差不多到这尔，好，我给你先闭者，应该，因迄个 case 无啥讲，我看，安尼哦，我看安尼桥多，无你爱侧面看，侧面看，我怎么侧面？我这是安尼歪了，我知啦，系啊，安尼无成，安这高度啊，反正你若无够长，咱这个伤长，咱这个枕头啊，对啊对啊对啊，好，安尼两边你先甲调好者，但是这嘛另外迄边有无？来，你先扫起来。另外一边无这个耳仔有无？你会当先甲这个先刷过，这个耳仔先刷过一边，啊，尾也先做对称。你这边先锁好，我先解锁。嘿，安尼吼，好好。啊，你怎好意思嘛？解锁。哦，就是这边要先锁起来，后来这个要移到旁边。哦，就是那一个要移来这边，啊，等一下这个要把它拉下去，锁住让它打开。好，先逼螺丝，你用螺丝牙对锁呢？哎哎哎，是，好，他不嘛？没，我直接，好，我直接，一滴都阿嘛是，长的咱对手，好，没啦，白龙血，龙雄血，你相信我？好，好啦，我们就歪到，好，刚刚好，好，现在要修那个孔出来，啊，你修比较好看。加螺丝看出来，刚刚用蜡的较紧，对，还好啦，安尼就还 OK， 因阿鲁米也调的啦，把它洗大，好，直接弄好之后，洞用好了，开始，来，我们现在先弄好啊，这个先钻孔。因为刚刚用磨的，哎呦，你们对恁皮擦卡伊呢，大。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上了。三只哦。嘿，安尼先设诶，安尼这边设诶，你要位置先固定了。先要个大概的位置。大概位置。因为后来两边哦要先对称。我看这支应该迄当初较晚改，我怎么去动诶，你毋知？对。哦，这支好不紧啊。把这个重固上。因为等一下哦，这个我们移到那边去的时候，这个要用踏铺下去踏，车台这样会不会去卡到？我们怎样？先大概一下，大概锁好，好，
好，喊的就好。好，我试只翘头的。好，啊，我来换姿势哦。你这个先套起来，迄、那个六角的款，这个先套起来。好，换来这边，因为那诶、欸，你说呀吼，安尼对啦，安尼说的时阵，我这个小花尾也过来开开安尼无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差偌济啊？哈，差偌济？因为你这中心点对哦，啊，你这个所在袂当去骑着哦。伊只吼正常是爱扭到安尼的啦。爱按爱扭到安尼，你要看这边这地方啦。咱家己做。嘿，安尼会使啦，侧面翘安尼打，啊安尼 OK 吼。好来，安尼拔起来吼、哦。我手先放掉吼、哦，还是我先甲你换的。好起来吼、哦，好来。安尼你怎嘛？这边迄个嘛是爱固定我调的。后壁这两个后壁这两例外先说，你怎嘛先改扭对称过来？你怎嘿对称？你位置照得好势。来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伊怎嘛只好哦？才伤悬，你怎么叫伊接嘞？接若甲扫掉有无？伊才会出来变伤软。你感觉这敢有必要扫？因为这是求新，你硬扭过有无？伊才是配调是还好啦。这敢有必要扫掉是毋免？啊，无就使，扫较短无要紧啊。扫短，因伊安尼较会弯嘛，而无你安扭拖无啥会过哦。啊，你怎么你若讲人硬安尼拖过，硬哎嘛是还好，我讲毋免扫啦，不用啦。唔免扫，经我个电脑好看，经咧较暗啦。伊只靠一个空间，啊，这卖扫好啊。好来，你扭过迄个距离，我们两个做好之后才会做这个耳朵啦。爱扎得好势哦。哎，扎济。啊，你我讲你点咧？看这恁阿哥啊，这个迄落嘛，你落去扎济好啊。我来这样看。它这样过去刚好是在脸皮这个部分有些凹洞加嘛，来我来看一下，来我看，目前有正中无正中，我来看一下，无正中，等一下哦，搁较悬的，安尼，还搁较悬的，因为这个所在我看，来你手莫动，安尼嘿，安尼靠，安尼靠正，安尼，我放啊、哦，我放啊、哦，我是看一下，你放，好 OK， 嘿。嘿，安尼较有哦、喔，因为我即马是看这个所在翘度。安尼关掉，安尼我真好。来，我们再做个迄落，这样过来嘛。我们用最土法的，伊只狗还拄啊动着，动安尼啊，拄啊我知，动着拄啊动着练口只安尼。好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好，换姿势来。他过去，你做好嘛？过去刚好在练口这边啊，拄啊好一模一样。嘿，这样好。我准度一百。好，因为我看头前遐好，你有搁点咧嘛？好啊。这得点咧。好啊。我要啥行吗？我看者哦。我见啊。好，有这边。好，好。嗯、好啊，你讲啊，踏步啊，踏袂。来。来，你讲要，怎么咱要用什么螺丝？5mm。5mm啊，螺丝你有吗？螺丝有啊。有啦吼、哦、，OK。因为它这一种比较短哦，迄个啥，伊这较细空。这种，因为这我规格唔知啦，会过无？但是这敢有遮油？哦，5mm。无你，这是4mm的啦。嘿，我即摆才无4mm。好，别紧用这但是你爱骑的时阵，这支骑较长，安袂伤粗吗？啊？我敢看哪伤粗呢？你同款的。较长啦吼。好啦，我拢相信你啊、哦。好，开始。好，你即摆先喷剂先甲定者嘛。较袂叫走诶，哇、嗯哦，那真专业呢，哦，会当开业吧？哦，哦，诶，阿鲁面杨吉出来，咧拉个咧心咧疼哦。啊，你啦，怎买你就选得对呢？大诶，这一支我那无熟诶，你若讲落个脚诶，就无彩啊了。好，来，老正哦，伊足薄诶哦。我会惊，惊煞惊起来。哎、欸，我那真深嘞呢，我那真高呢。不高。这到底有鬼哇啦？还是怎么又蹲？哎、欸，真高嘞呢，哪高啦？高煞高起来，注意莫一个头过哦。哈哈，那真久啦。哈哈哈！哈，袂杀了，有落着无啦？
到底哪个鬼哦？我怎么浪那么久？哎呦，哎，去再拍嘞！哦，乖乖啊！我好想那深啦，我看下。哎呀，还好啦，比咱所想，但我是讲应该你的装备多呢。我是讲装备多，我紧就知影就好啊。好啊，踏步，你踏步是用手动还是用迄个电动倒正转来？你自己有资源踏步的？无，我袂使。无嘛吼，用手的嘛。秘密武器拿出来了，因为我较早我咧用是简单型的一个梯子的尔，啊，伊即马咧转的时阵，啊，伊起来去揢着你啊，砸者，嘿，换细支的啦。我就讲伊当怎，即支也先卖改，较袂去揢着，好，无要紧，你用。对啊。嘿好。就我甲你换，关键我甲你换好，嘿安尼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工业，欸，所以离机无多。资源啊，无得资源，迄种主动的对嘛？钱甲摕无得嘛？我讲也无咧用主动的。哦好，用主动的讲起来，迄个啥，讲起来伤灵吼。嗯。啊，阿努米的吼，嘿，倒倒来。阿努米你操，食两三下过，互伊卖头过锁起来安啦。对啊。先来洗。安尼好啊。阿伟。但你即个先配，我放大。好，安尼会知无？好，安尼好，你手放，我用啊，会使。嘿，安尼，伊这个塔铺咧塔落去，我希望看一下。伊这阿鲁米他在塔哦，一届机会啦。因为是啊，用电动咧塔是看胆大心细，但是这个我嘛是感觉咧倒倒慢工出细活，感觉较好。对啊。对啊，好，丢起来。因为伊个高度无介高，高对，你袂，迄袂当完全踏不过啦。迄只吼，超两牙呢。哎，两牙就好啊，所以要注意。这就功夫伫车咯。功夫车，我要放啊，关键要放啊，因为我要控制一下伊落好来，好 ，OK， 好啦，啊，好锁上啦，有注意哦，结果牙用了唔对就倒啊。老师，会使，好再装两个，好直接先锁上了。先锁上了，然后呢，只有两个螺丝而已，要用多久？迄位酸民哦，看看啊，会生效了。人，对，你来外口的啦，安尼啦，好，好，来，就是锁上了。我提着，我捕捉这个画面，会使啦吼，会啦，好，另外这边，迄条脚底也未整了啦，阿伟。